无卖面，迄无国际，迄点靠靠国际的。国际电台湾没有啊，你中华电信哦，一般我觉得中华电信也很好，你中华电信哦，这国际你哪有红利的嘛？你这国际你也在怕第二，我因为我弄起来呢，你是不会人家钱的呀。你中华只要中华电信，你要苹果在会上飞机之前打第二机，会叫上两通。你打三里通，你跟他讲说，是不是他可以转接到你大陆的手机？然后你怎么说？简讯跟电话都会转接进去，去那里你只要拿大陆的手机，那个什么，人家打你他会你也收，你不用关机，你会收。没有，他就是他收那种，他是用网络打给你，他是用类似语音，你简讯什么都会。就是你台湾的月薪会是多少？它不算那个，不会很贵。我之前也在大陆都是这样子。我记得我不会你这样，我在大陆的时候，你打我台湾的手机，我也收得到。是我的显示不会是显示你的号码，它会显示一个+886，它是用台湾打。它是用台湾，你打到台湾的中华电信。因为你只有在台湾打给我的手机，他会打到中华电信响的时候，他知道我这个人在国外，他就用网络的方式打到大陆的那个，所以那个费用不会很高，叫727300，他可以转接电话跟手机通话的信息。对，你要有大陆电话，你去你就要开大陆电话，然后在台湾要上飞机前727，然后把它转到你飞机上去，你下飞机就要开那个机。
要去办。没有，就跟我要讲，先问一下当地有没有你们联络方式，要帮你去搞一张。也不用啦，你当天去，你拿台胞证去。他这样没办法在台湾签，跟他讲的方式是你要转。哦，还有电话哦。Thank you.
夏天靠冷空气，现在夏天靠冷空气。Thank you.